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袂啦，心情拢袂歹吼，等下要转去啊。今天这安尼三天落来吼，会艰苦无？好笑诶！啊，迄袂艰苦，我无一只伫坐，我伫坐楼口啊，讲好足艰苦诶。是虽然是还袂感觉讲度日如年啊吼。但是我跟你讲吼，你甲你想，你坐伫遮吼，你头我着昨暗有听人讲吼，坐甲脚软皮，挡袂牢，即甲学生同款啦吼。但是我相信讲，你经过这三天吼，你等于你会晓看报纸，啊嘛看有报纸。第一，即摆报纸吼，你甲注意看吼，那写台湾的吼，你甲提掉，甲换中华民国。啊！若写中华民国，你甲换台湾，啊就对啊。譬如，因为即摆中华民国，即媒体拢安那，拢咧甲伊吐槽啊。若歹的拢是台湾，啊若好的拢是中华民国，啊多颠倒。譬如讲，台湾又与某某地方的国家断交，哦，啊看着足伤心的。台湾当时甲人建交过。是啥物啊？是流亡中华民国，搁甲某某国家断交啦。所以你以前看报纸，你看足伤心，你今仔也要看报纸以后，你就很快乐，因为安尼中华民国搁无啦，就再见。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不对？绝对唔对嘛！啊，你即马来搁讲对吼，你就无采取三公啦。是中华民国蒋介石迄个集团退出联合国啊？台湾当时加入联合国没有嘛？啊，所以呐，甲你讲要重返联合国啊，迄绝对骗的嘛！你都唔捌入去，你变啊重返？啊，要加入联合国，有一这小可有道理，但是联合国这是后边迄个叫做啥国家嘛？啊，台湾唔是国家嘛？所以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有可能无？无可能嘛！你做白工嘛？有个人讲好，有个人足热心的呢。当年拢啊捐几啊十万吼，予人去纽约去佚佗，佮倒转来吼，免去佚佗。以前我就甲你讲答案：中共打压，吼，足好个借口。当年嘛去中共打压，佮倒转来。所以才有遮尔啊济人吼。台湾人吼戆到袂白上呢，你若要开十几万吼，不如对咱去日本吼三万五尔尔呢，啊，佫讲看到天皇，对不对？所以吼各位，你今日就是这个所在，你唔通想讲两天的课、三天的课，我两节课，安尼就讲好，我已经拢知影，我甲你课哦，目睭起起来，绝对袂当偷看，目睭起起来。啊，我有看你，你看我呢，目睭爱起起，眼睛闭上啦。我问你问题啊，嘿，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搁一摆哦，嘿，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你举手。你目睭闭紧看麦，好，手放下。你搁听我讲哦，希尔顿饭店是住伫希尔饭店的人的。希尔顿饭店是住伫希尔顿饭店的人的，即句若对，你举手。你看，你有自私无？这三天的仇恨吼，白相的啦。台湾上的，不是台湾人的呢。啊，我哩甲你上课，甲你讲日俗美战是啥物人的？日本天皇啊，你袂记？你讲日本天皇，甲等你边啊？马关条约较清楚啊，你不要看马关条约吗？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是政治语言、政治魔术，你给你骗啊！因为人讲哦，安尼阵拢遮尔爱台湾，我给你拍一个标题，讲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加油！你的所有权证伫倒？所以各位啊，你也知影台湾人可怜就这点。台湾人摕中华民国护照出去的时阵，以前大家拢唔知影，包括我，去
去欧洲、去东南亚，叫你另外排队，是安怎？毋是国家嘛？啊，若毋是国家，当然伊用毋是国家的标准甲你看待嘛。你着 passport 内底还佫钱50块美金，还是100块美金，啊，即要甲你转呢？迄个时阵，你敢有想过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所以你若讲到今日为止，你直接上过课，你还佫你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哦，你即个课白上的啦。安有清楚无？你若来无来上课，你绝对毋知影嘛。但若看到报纸，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所有权证伫倒？你若讲你住的厝，你有所有权证，你要讲迄间厝是你的，你若要证明，你都要摕你的所有权证出来，安尼迄间厝你的。啊，台湾是台湾人，台湾，歹势吼，台湾这块土地毋是你的。也不是台湾人的，是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的，在1895年，那不是这块土地，那不是大清皇帝可以管的土地，他就没资格将台湾这块土地挂给日本天皇嘛。啊，国际法有说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可割让。你若讲是殖民地，就会当割让。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全世界国家无超过60个国家，今日几个？194个。迄拢是因为殖民地脱离伊的宗主国啊，独立起来。啊，所以有真侪台湾人，包括即个读国际法的，拢无去研究战争法，那用普通国际法。来解释台湾的地位啊，干来当解释60%。啊，拄到的问题行未通，啊，若行未通要安那？你来看咱台湾这所有读国际法，这所谓的独派、台独联盟这，拄到未通的安那？转弯，自动转弯。哦，台湾因为经过民主选举，经过总统选举，已经逐渐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敢未通？恁家若总开始，恁有几个囡仔，若拢用投票的，讲恁家嘛要买当宣布讲是独立的国家呢？但是话讲倒转来，蒙特维多公约啊，开会迄当中有一个决定啊，伊讲四种条件若拢有的所在啊。就可以宣布说他是国家，人民、政府、土地和外交权。那一个所在，一个集体的所在，有这四项东西可以宣布国家。但是这个蒙特维多公约、有缺点、什么缺点？他没说到说占领中的领土怎么办，占领中台湾今日这块土地叫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权国，还在占领中啊。但是是委托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所以是美军迄当时1945年到的时阵啊，美军去中国。将遐中国的解放军啊接入来台湾，来接受日军的投降。投降这两字啊，在国际法的内底啊，是代表 nothing， 没有代表任何意义。投降没有任何意义。投降典礼迄一刚开始，是变作友善期的占领。迄当阵是已经和平啊，但是要阁占领哦。占领若要结束，要安怎？那照战争法内底，美国最高法院1853年有一个判例，叫做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伊讲，和平条约生效，无代表军事政府结束。
军事政府若要结束，都要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相当的法条，或者美国总统宣布。你看看，伊拉克前两天啊，奥巴马宣布结束占领，有啊，撤军，又宣布了结束占领。阿富汗也是同样，所有经过战争的所在，若美国人跟人相战，不管是美国还是对一个国家都同样。现在战争法有一个问题，他们很多战争法里面很主席都规定说，入去出来 in and out。 问题是都没说这个 in 入去这个将占领比占领国家里面要做什么事，没说。我绝对敢讲，我是国际战争法的专家啦。因为无讲，所以呢，我嘛咧开始讲，入去以后爱安怎处理。我想讲要来写册，啊来伫全世界发表。因为美国嘛接踢到铁棒啊，去甲占领，啊伊拉克的人反抗。其实战争法有讲。伊撤军有条件的，对当地老百姓已经安定，伊就一定爱撤军。但你若不爱给伊，你若不爱给伊较早撤，要给伊较早撤军啊，你就免甲抵抗。伊安怎讲，你就爱照安尼，伊占领者嘛。但是伊袂当违反人权啊，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是咱今日伫遮受训。大兴要记的这点，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什么是移转主权？例如改变你的语言，蒋介石一摆讲台语是无标，这个无水准，都爱讲伊的北京语，伊家己北京语都袂晓讲的，浙江话，伊嘛方言啊。所以伊老老早早就一直想要将台湾并吞啊。其实这个并吞这个观念啊，是在1830年、1840年迄个时阵，拿破仑以后啊，欧洲的国家啊，在这个1904年迄当中创一个叫做《海牙第四公约》，专门讲这个战争占领的代志。战争法里底没有打赢打输 ，win lose 没有，干到什么物件？征服 conquer， 征服。征服者才有占领的权利，会记得这点。啊，奇怪嘞，中华民国即马入来啊是安怎？中华民国都无拍台湾啊。战前我有讲，伊会当委托第二个国家来占领，这是今日中华民国伫台湾。但是中华民国伫台湾，经过咱台湾民政府。去甲告，去甲抗议啊！伊开始有改变，伊改变什么物件？足明显的一个所在，因为真侪人讲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呢。占领不一定要你看到美军呢。安怎讲？可比讲伊拉克这个地区，美军宣布，什么人的飞机拢袂当甲飞过，啊，若飞过，我要甲你拍落来。迄个领空啊，有占领无？有啊，你唔敢去飞吗？迄个伊占领，啊！你敢有看到飞机？无啊。所以这个占领，诶，这个名词，就是讲占领者随时在几个小时之内，伊会当派部队到现场，迄种叫做占领。美国有表演占领，互咱看呢。巴巴水灾。直升机，伫塞迄个驾驶，美军的驾驶，其实迄个直升机来去创啥？伊讲来钓迄个山猫啊，山猫你知影？挖土机啊，钓两只，拢钓唔着所在。伊其实唔是钓，是你互你台湾人知影讲，我在这里，伊阁甲你指的背章互你看，橡皮屋啊，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迄就你甲你台湾人讲，我在这里，我随时要来都可以。啊，伊讲中共嘛讲要入来台湾，你毋知有看到迄个报纸有无？敢有可能？无可能啦！我甲你保证，绝对无可能啦。美国前有历史以来到今日，毋捌将伊家己的占领的土地啊交予第三者，没有，从来没有过。伊嘛无可能将台湾交予中共。更何况最近这两年，中国宣布讲我要和平崛起，希腊人讲我要返回亚洲，伊要回来亚洲。我问你咧，美国伫亚洲有啥物基地？有啥物土地无？没有啊，敢若普天间基地啊，台湾是个占领区啊，也回来台湾啊。甲你讲啊，遮明，啊你到外口台湾人佫袂晓看。一天 KC-135 加油机、啊、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是B-74更大只呢，停下来说载一个红孩子说要送去日本的 医院，各位台湾的病院、啊、比日本、啊、没比较歹啦、啊、你大家都相信、啊哦、很有人道呢，为着一个红孩子，塞一只，塞一只，这个叫做 KC-135，迄其实是安那，后壁讲对四只的，迄个叫做救护车，后壁搁一个八十，规八十的人，迄是你甲你台湾人讲，我要到台湾，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会到台湾，咱后壁，咱这个。中央会馆后面那块地，我们要起一个直升机场、啊、没事没事，起直升机是要创什么？美军要用嘛，这么简单、啊、现在大家、哦、现在看看刚刚有一天、啊、直升机降下来，大家说、哦、有影就对了。美国做出一个事情，又做一个事情，你还都没看到的。中华民国因为那个抗议啊，你叫我去做兵是不对的，占领者不能找到百姓去做兵的，美国和我们是为敌的，这就是世界大战，我们的敌人是谁？是美国人啊。什么人来轰炸台湾？美日教啊。所以你不能想说美国人对你很好，美国人对中国人很好没不对，但是对台湾人是很坏的，尤其是国务院。当然啦，国防部一旦甲俄了，即摆拢含咱食好啦，甚至呐，请咱去参加海军之友，第七舰队的司令出来，含咱有六个人见面。当然啦，咱是报纸，伫咱的媒体顶端啊，敢若公布四个人，还佫两个人袂当公布，毋是安尼尔呢？恁敢无注意？中华民国叫咱做兵，我甲美国讲，安尼奥巴马我要甲你告。超两年前啊，一年前伊宣布啦，中华民国的部队的国徽啊，迄车轮牌迄个国徽有啊，摕摕掉啊，你知影无？你知影你举手啊看，报纸嘛有啊，报纸遮大片你拢无伫看啊，啊，即摆都见拜到你含咱遮的学员伫边讲，哪有迄个代志？啊，你家己去看就知影，你有看？那国徽都拿掉，你看谁来拿掉？我跟你说哦，国务院公布哦，他说恐怖组织啊，三个条件叫做恐怖组织。第一，在当地征兵，因为那个现在被打死的那个海山也好啦，另外那个像什么像哎、啊，不是葛大会啦，还胡旭远他，啊，宾拉登啊，我那熊熊，台湾这么失败，宾拉登啊，宾拉登在伊当地阿富汗啊征兵，叫人去做兵，强迫的，中华民国嘛是强迫叫人去做兵呢，你讲无啊，有诶欢欢喜喜做诶，无奈着，因为你若无去做兵啊呐，你还乖啊。敢有欢喜去做兵？
哪有欢喜的，后摆拢无爱陪你，你家己欢喜的，我是无欢喜啊，我先讲啊，我爱陪较济，叫咱去做兵。第二点，有武器，这个武器上袂好耶，美国啊，美国讲我照台湾关系法，袂予中华民国武器，我讲你稍等嘞。台湾关系法，坦白讲啊，这美国偷吃波啦。台湾关系法内底无讲爱卖武器啦，伊在咧用的字是啥 ？Make available， 还是用 provide？ 但是 provide 这个 make available 意思是讲吼，中华民国开菜单，美国看讲，会使我供应给你，唔是美国主动卖予你武器啦。你看美国人有干巧无？真正足干巧的呢。我甲讲哦，啊你卖武器对啦，但是我台湾人纳税啦，你也拢行。所以美国即马对咱这个组织吼，又爱又恨啦。啥呢？啥呢爱？吼、哦，台湾真简单，有一个法律基础，我就退我转来。啊，恨是啥物嘛？你爱赔。遐军费退倒转来哦，吼、哦，咱他规世人拢免做代志。我一定要甲做好搞，好唔？无怕破坏，买分给你。第三点，当地征兵啊，搁这个也做，这个卖武器，这两点拢是恐怖组织的现象。中华民国是不是有符合美国国防部所规，美国国务院所规定的这恐怖组织？有啊，哈哈哈哈呢！所以真差不多要到两年前啊，我伫美国要讲要甲告吼，吼，伊就下令啊。咱即嘛免做兵，你知？2014年，马英九讲哦，免做兵啊，用在募兵制，募兵制嘛袂使哩。他有讲叫占领区的老百姓去做兵，募兵嘛袂使呢。伊想讲我唔捌，我足捌嘞，不可以。武器袂当卖，伊讲啊，我武器无卖啊，恁中国要甲恁拍你啊，迄恁兜的代志，你爱来徛卫兵啊。所以咱的港口一律做好美军，好唔？我甲你讲啊，你敢若讲好，你就戆呢。中华民国用咱的基地啊，有付钱无？美国若用咱的基地爱钱无？啊，是咱的中华民国免，咱退啦。咱袂晓去争取啦！你来占领我这个所在，你用我的任何物件一针一线，歹势哦，拢纳钱哈。所以美国吼，看到咱这个组织惊甲要害，我吼你钱，大行拢钱。哎，啊，阮以前税金直立，你拢袂讲，阮即马一个月赚无20000块呢。所以吼，戏愈来愈好看。但是我无要求恁做啥物工课，恁干呐转去以后。较高的咧，爱高的啦，啊，互骂不要紧啦，啊，若讲会听听，讲袂听，卖插伊啦。后摆伊就吼，扩扩张啦，美军啊，一摆就扩扩张，张去恁兜，哎，啊，你安排我来受问一下，你拢无啦，旅长拢排满啊啦。我是讲实在，你们人讲这笑话咧，我是讲实在哦，你受。你拢唔捌受过即款的训练，要甲美国谈判，啥物人要甲你谈啊？坐嚟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家己相信啊。谢长廷就是安尼去予美国啊拍枪，我讲拍枪意思，唔是讲真正个拍枪啊。美国无信任，不信任他，因为。过去台湾人所受的教育，拢惊了扯去啊！台湾在1895年《马关条约》，日本人讲《下关条约》，迄个时阵是皇帝对皇帝，这块土地挂日本去啊。钓鱼台、神卡库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嘛是同款在《马关条约》时阵挂予日本。
落尾啊，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即个琉球包括神卡古钓鱼台，交予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美国伫1970年的时阵，开始予只琉球甲伊周边的一挂群岛开始兴予日本。咱以前读的时，甲咱讲公投，有无？你袂记啊？甲咱讲公投啊，没有公投啦，啥物没有公投？占领，我免听你的话，所以同款台湾美国爱听你的话无 ？No， 伊无免听你的。啊，你若无，你若无往里面啊，搁减嘛？啊，你有法度减无？你绝对无法度减。这占领就是安尼，但是占领是毋是就爱做人的新妇啊？去甲伊欺负，袂使哩。咱来读册，我用国际法对付你。国际法是啥？是你定的嘛？美国制定的战争法，美国甲其他国家所制定的战争法，你就照战争法来对我就对啊嘛。你要罚人权嘛？咱来争取。2006年10月24日，为着这，我去高雄去选举，招228个去告美国，真好，得到真好的结论，四个。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美国的行政单位要来帮忙这些原告，得到因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11月2日，去年啦，予咱台湾民政府成立内阁。民政府啊，你袂当讲我要用台湾国政府会使无 ？No， 台湾临时政府会使无 ？No， 死乾乾就是台湾民政府，本来咱叫台湾平民政府啦 ，civil。其实这个 civil 吼，你若要翻作汉文。讲平民政府也可以，还是平民事务政府，还是事务政府也可以啦。若要美国跟咱参详，自从甲国以后，美国乖乖呢，三四个单位拢飞来台湾呢。因为我都不爱出国啊，伊叫我讲，你若要来美国跟阮讲，我都无护照啊。伊讲你若无护照，我咪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所以这边咱150个要去日本，我嘛袂当去啊。因为我无护照啊，啊！美国伊即嘛知影，伊知影我伫算啥，就笑个。啊，我们谈啦，我们来想办法啦。啊，那想办法，我那得到护照啊，各位当中有啊啦，好唔好啊？欸，我头脑袂歹呢吼。但是爱较委屈嘞，啊，啊是台湾大呢，我讲我去个关系家呢。政治炼狱啊！但是哦，我叫关家算欢喜来的啊。不过吼、哦，吼、哦，直接你受训了，要训练这4000个，我是头毛会烧的。啊，咪干了我一个啦，咱的总理啦吼，咱的议长啦吼，咱这州长啦，咱的副主席啦，咱的教务长啊，会大家拢对的呢。所以吼、哦，早起来讲吼，拢非常遐，赶紧拍手一个看看。真正吼、哦，阮伫遮哩艰苦吼、哦，拢无人知。啊，阮毋是有薪水的呢，毋是讲美国哩发薪水予我呢，没有呢，拢食家己呢，食家己毋啦哦。这边要去日本哦，要帮忙迄个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讲哦，生活都很困难啊。啊，咱要去跳迄个勇士舞啦、啊，要去靖国神社要去跳。哦，日本人足震惊的呢，哈，原住民来高山族讲是啊。你看那高沙族哦，哎，脚尾拢硬，啊，伊无钱咩啦？来来来来，所有的干部来集合决策委员会，将出一班，唔是干那出咧一班尔。今日我那真欢喜吼，今日咱的迄个议长的太太，我那是现场呢，有真好的太太的支持吼，先生叫我都做工过啦，我无甲你骗啦，对不对？搁再加鼓励一下，议长哦嘛是足辛苦的呢。我若去演讲哦，全台湾拢对，伊拢对呢。我有当吼，感觉讲，哎、欸，啊，你会
那艰苦吼，无即个卖去。我无代志，我无代志。啊，阮出去坐车食便当，阮拢食便当尔啦，拢开家己个呢。你毋通想讲你交五千块呢？五千块你是带一只共带两，阿妈食人十顿吼。五千块是有够俗啦，对不对啊？这实在上啊。啊，所以咱伊讲甲咱讲，也许是诈骗集团 TVBS。伊讲有造化就芳啊，伊讲也许是，所以也许是你就巴头较高啊。我讲你也许是啊，啊所以报两摆就无呀。我讲你哦，加报几摆啊？因为哦，咱去宣传哦有困难呢。即马听到台湾民众拢惊到要死，迄政府两字甲伊提掉，哎，内政部迄个文音来有无？有好有好好哩无？内政部迄个文音无？拜托诶，加准备发到台来。中华民国内政部甲咱讲啊，我们不是非法组织呢，所以你惊啥？内政部讲的啊，不是非法组织啊，啊那不是非法就是什么？合法组织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虽然 TVB 是报安尼，啊嘛是安尼，逐期咱愈报愈多人啊。咱即摆去日本，我甲你讲哦，惊天动地啦。可惜你有的你一只吼80%-90%拢无去啦，这边去吼，你是正港伫台湾历史顶端哦留名，所以甲大家讲吼，你爱揸迄个照相机去，爱去翕。啊，若有一天你的囡仔你讲的时阵啊，哼，恁阿公啊，当时吼是替恁争取台湾的啦，安尼对不对？对。真的啦。啊，所以这句话我就袂当讲啊，因为我无去啊。啊是噶，不过你来替我讲安尼好无？好。来讲话要算话呢，唔当做死鬼派啊。搁讲倒转来吼，因为我要讲论，迄个咱台湾地位论述吼，我是建议讲，恁即马差不多拢有买迄本啊，做《新台湾论》。啊，若无你去迄个网店去看。啊，所以我讲一寡较现准时发生的代志，来互各位证明。可比讲，即马伫要选举啊，过一个月对不对？大家会烦恼无？会烦恼无？未烦恼，嘿，好奇怪呢！我甲你讲啊，中南部足侪拢在咧烦恼，甲我讲吼，啊那迄个骂一条要安怎？我讲哦，骂的那条吼好代志，啊那小英条搁较歹，啊那安尼？我甲你讲，小英那条吼。我甲你保证，伊绝对派人来甲咱讲，啊，平平拢台湾人，你慢慢呢，互伊少做咧啦。陈水扁的时阵嘛是同款啊，咱的论述是陈水扁的时阵已经发现啦，啊嘛是人甲你讲啊，啊，平平互台湾人做啦，比互遐底下做较好啦。但是台湾做，你甲看，李登辉台湾人是不是？13年。陈水扁几年？8年，21年连续拢是台湾人伫做总统啦，做伊中华民国总统，毋是台湾总统，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啦，有效无？民主退步，独立的退步，逐项拢退，所以你甲看，小英那条会足凄惨的，我甲你讲，但好佳哉伊袂调，你若知影，我甲你讲。你唔通看迄面料啦，迄种做好看诶啦，你唔相信吼？你甲看中南部啦，开始买票啦，一票3000-5000咧，伊无甲你讲转吼马英九呢，我先3000互你，我5000互你。选举前两天，身份证摕阮兜，你莫去甲我转，伊知影你是伫个啊，伊讲你莫去甲我转，安尼就好啊。啊！伊个投票部队还袂转来呢，开始转来了。足侪中国人，住伫离开台湾、住伫美国遐个人啊，拢坐飞机免钱的呢。我有同学、啊，我以前读建中的同学啊，即马足侪拢伫美国啊，一年趟天从来毋捌看到伊啦，算计就看到伊。啊，你为什么回来那么贵？那、啊、不用钱的、啊。住一个月啊，投票就好啊。所以各位，
我无要求各位讲你卖去投票，我阁讲一摆，你家己做半团，但是黑熊总队的队员，迄八十个是强迫袂当去投票，咱的干部袂当去投票，咱拒绝中华民国体制。咱若要学波罗的海三小国啊，波罗的海三小国啊，迄当阵是予苏联占领，苏联嘛替伊办选举呢，要民主选举啊。苏联支持反候选人予伊出来啊，去投票，因拢抵制，三无甲三成出来投啦。全世界甲讲迄无算，伊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民政府出来办，家己办。投票九成九，安尼全世界拢个声音，含苏联都个声音。人因有迄种志气，啊，台湾人敢有迄个勇气？台湾人哦，真巧，啊，真聪明，但是拢哦，即个巧甲聪明耽误着，拢敢人差不多拢戴迄个近视个目镜啦。有就好，现主持就好，500块、3000块，偌济拢无要紧。很提就很爽，啊！其他有林志正恁去处理啊。真的嘛？你真侪人就是安尼心，安尼心内心理啊。大家拢死死的，无要紧，卖死病倒倒。台湾人心态，你若甲伊讲叫伊卖去投票哦，哦，夭寿啊！家人甲你牵啊，我甲你讲。所以我定你讲，讲会通会通，啊！若讲未通，卖阁讲。我跟你讲，迄朋友的友情卖互变去，敢若甲伊鼓励讲，你去看网站，啊无拜托你买册啦，送伊看啦，借伊就好啦。啊，你甲讲啊，你看了我要甲你考试哦，你就用我甲你讲迄句，台湾是台湾人，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我甲你讲，啊不是鸟啊，迄是报纸拢安尼写，啊民进党拢安尼讲啊，你有看到即句话嘛？对不对？唔是我，我是学因的。即马开始日本哦，去日本伫演讲遐，拢用我即句话做开单啊。即马日本安尼一日听伊就讲，哦，原来即句话有隐藏危机伫内底啦。所以日本人开始即马开始啊，迄一天吼，顶礼拜尔，咱个。先遣部队要去靖国神社，咱安排真妥当哦。先遣部队先去，甲遐参议员、众议员演讲，甲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伊拢讲对呢。啊，台湾是啥个？中华民国。各位，演讲者一个甲讲，台湾今日是日本天皇的。大家拢嘴啊开开啊，哈！我那拢唔知，阿公甲个问讲，啊恁知影下关条约无？马关条约，你爱讲下关条约，因日本人是叫做下关呐，迄、那个所在咱翻译做马关呐，是用下关条约。你知影下关条约无？拢知影，爱去摕下关条约看。下关条约，大清大皇帝和日本天皇签订合约。我若甲你签合约，我讲这个物件是属你的，已经是登记伫啥物人的名下，你的名下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所以，咱拢照法律来。所以到今日为止，日本人开始恍然大悟。所以这边二十去日本的时候呢，咱有150个，日本有400几个人要来机场甲你迎接，就听到咱的演讲，伊嘛着惊呢，伊讲安尼咱合作。免怀疑哦，阁过哦。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公布诏书有啊。1937年4月1日皇民化，啊了公布诏书，公布诏书，同一天，日本还阁有一个法律咯。日本天皇有对囡仔哦，这就是法律第34号。法律第34号安那规定，台湾会当派3名的参议员，5名的众议员。啊，日本时代有派无？有，嘛有派。当然战争以后，却结束去。各位，
民政府要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甲宣布咧。啊，所以今日礼拜十八，今日咱有拜托一个人，甲日本天皇非常非常的好诶，每一礼拜拢去皇宫诶，摕咱即马分互恁看诶，迄本内底给日本天皇诶一个书信。迄个书信咱本来用毛笔字哦，写几啊工写甲足水诶，无想到讲，迄人甲恁讲哦，免啦，我甲天皇足好诶啦，迄本摕来就好啦，我规本拢互伊啦。各位，日本天皇现在看看二三他就出来接见我们，只要他挥挥手就好了，台湾自治我同意，我给他配音嘛。啊，你不欢喜台湾自治吗？国际法，因为日本现主席的宪法、叫做和平宪法，这个和平宪法将日本天皇的要表示的权利啊剥夺，但是无甲伊剥夺，讲伊会讲摇摇诶挥挥手还是点点头，所以啊，咱就照国际法。其实我甲你讲吼，这毋是我搞，是美国甲我教诶啦。美国讲，我讲安那害啊，啊即摆台湾是日本诶，哦，伊咧挥手，伊讲我同意啦，你们台湾自治啦。今日啊，伊判边我烦恼一个。吼、哦，系啊，系啊，系啊！啊，那你犯日子嘛？啊，讲要出年啊，迄日刚犯的，迄要出年，佫发烧啦！我系啊，系啊，系啊！哎、啊，好佳哉，踢波比，甲今日赶快，今日日头出来呢。啊，我甲你讲，二十加这个二四，这五天啊，日本好天啊！日本嘛惊一个，日本人讲哦，喂，七几年来哦，阮真少拄着 Christmas 好天好天，甲即款型的呢。我当然嘛。台湾39,100的英灵在来这保庇啦，我们来的太慢了啦，所以啊，当然咱这本来底是写写有真多拢写日文啦哈，但是这个日文哈，伫汉文，伫咱的台湾民政府的网站顶管拢有汉文，你家去看，啊，这大家写啥物物件，你能去做比较。今日恁两个人一直。真爱听讲台湾的地位，但是台湾的地位足深的啦，真正足深的啦。所以你若无读这个战争法哦，你要将台湾的地位讲好清楚啊，很困难，很困难。你用普通的国际法根本就讲未通，爱用战争法你就足通诶。所以呢，咱这个民政府这干部，咱大家冇得。开会伫讲吼，是毋是爱找一间大学吼去开课，要开战争法的课？坦白讲啊，三军大学吼，我敲电话给我，中华民国三军大学敲电话话，我当场甲拒绝。我讲你，哎、欸，我读个无歹呢，我去甲你教战争法 ，no。啊，伊讲啊，无你若介绍买啥物册，我买我的册就好啊，我的册内底有啊，但是我甲你讲啊。无遐简单嘞！我的电脑内底还阁有两本还未出版嘞，因为我唔敢一摆拢出版。你若一摆拢出版哦，你就爱回去。所以有真济人吼，是因为去上课。你愈后壁愈来上课的吼，我若讲一寡较深的，你就听无去啊。啊，但是你要有慧根呐，你就爱不同时对这有一寡小块块了解。啊，我一讲你就通啊。你像一般有真侪人，第二世界大战什么人来轰炸台湾？美国，哎、欸，足侪人甲我讲日本的。我伊台中坐计程车，吼、哦，偌大声嘞！我是日军的，我哪支持蔡英文？啊，三年甲咱轰炸日本啊！八年抗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人将咱台湾人当作日本人伫甲咱分呢，到今日为止还佫伫甲你分呢，占领就还佮你分啊！伊即要占领台湾，上届开始是甚物人？你知毋知？麦克阿瑟，因为咱台湾人哦，甲麦克阿瑟啊巴结足大个，
拢奇怪，我都无看麦克斯给台湾人包，你有看无？有啦，我跟你讲，伊突袭珍珠港的港一天啊。迄当阵的台北的当地时间是12月8号啦。12月8号的时阵啊，为咱的高雄的机场啊，零式战斗机啊出动百几架，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迄当阵的司令就是麦克阿瑟，将伊空军基地内底足扫甲清气清气，一架飞机拢无留，全军覆灭。麦克瑟这人，这个一生内底上界大的侮辱，是咱台湾人给伊的啦。所以麦克阿瑟对台湾人无好啦，伊是对台湾人较好，对宋美龄较好啦。我都唔知伊甲伊什么款的关系，不过相信做得真好，因为含宋美龄真好，所以专对迄个蒋介石好。安尼就妥妥啊！啊，台湾人真正妥妥啊！啊，所以伊个起一条麦克阿瑟公路有无？迄条要甲废掉，要甲换杜勒斯公路。诶，安尼拍手，你敢不知影杜勒斯啥物人？杜勒斯啊，你唔知你拍手？阿妹阿伯，我讲林志胜公路。开玩笑，杜勒斯哈，就是。下一个就济南和平条约的人啊，这人替咱台湾做有够侪工过。这人去日本的时阵哦，迄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要签的以前啊，前三天哦，发表一篇的迄个文章，足大篇的。伊当时甲全世界讲，日本还阁有琉球的剩余主权呢、啊。我把伫网顶有将迄篇文章甲摕出来，剩余主权我甲画一个线，互大家看。台湾的地位甲琉球安那一模一样。日本那要阁对琉球有剩余主权，日本对台湾就有剩余主权啊。啊，这个剩余主权，伊是讲较模糊，实际上是讲啥？日本天皇要阁有所有权。啊，所以伊讲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 日本迄个日本是啥？日本政府哦。啊，有人讲，啊，那是讲是日本政府，无定是讲日本的 emperor 皇帝啊，歹势。当时去签迄个投降书的人是日本的外交部的部长，叫做丛光葵。丛光葵身份，伊公布是伊代表日本天皇加日本政府两个身份呐、啊。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体制是有天皇和有首相，首相就代表政府，所以天皇是天皇，政府是政府，政府放弃无代表讲天皇放弃，国际法这么清楚啊！啊，所以我跟你讲哦，我感觉咱台湾遐在读国际法拢无认真啊，啊，咱台拢贪便宜啊呐，拢贪汉文，因为汉文真简单嘛。啊，看英文哦，大家看拢会惊。日本人嘛同款呢。迄天外务省的人派人来找我，我就嘛讲，你感觉日本人哪？我讲你日本推阿面，你讲什么时阵来推阿面？我讲你英文都不晓翻译嘞，伊唔敢讲。日本人哦，伊英文哦，甲咱现主席才读国际化，才中国来翻译啊，差不多平水准啊。你甲看第二条，迄发出来。那个就像和平条约二条 ，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那 A L L 后边要照道理来讲，是不是要加 S 复数？哇，你读过英文吗 ？A L L 全部有无？那个 right 后边呐，啊加什么 S 对不对？无加呢，无加呢，啊无加，所以这个吉田茂在1963年呐、啊。出一本册，伊讲 The War in Japan， 我日本无放弃台湾主权，干那放弃主权权利。啊，这个问题呢？主权权利，啊，若有主权权利，相对是啥？主权义务嘛。伊干那放弃主权权利，要有主权义务呢，就是剩余主权啦。啊，我若讲到日本天皇1945年4月7日公布诏书，说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的土地。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人不服气啊！我细汉就读讲是
殖民地啊，安内方向，互你甲我讲，迄是国土。我甲你讲，我摕证明互你看。1947年2月2日，意大利和平条约，意大利有参战，你知不知？意大利甲迄个德国甲日本做啥？叫做轴心国，对不对？23条啊，以下啥？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里亚，甲日本的放弃无同款呢。日本的放弃三项有无 ？right title and claim 就是主张啦。啊，意大利干呐放弃两个，放弃 right 甲 title。啊，是安内兼迄个 claim。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啊，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要将迄个 claim 给放弃，管理权给放弃。各位，咱无乌白讲呢，拢是照国际法，各项都照国际法来讲。咱甲入迄个美国的国防部甲伊讲遮，伊拢唔敢甲咱辩啊。即马含美国啊。现在对伊拉克、对南海啊的问题要跟我们请教呢。希拉瑞有发表吗？他说南海这些问题，台湾也是包括南海里面，要用国际法解决。中国也不服气啊，中国说 用历史事实啊，如果要用历史事实啊，要求啊，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敢有可能？美国都唔敢讲吼，以武力这样讲，伊都唔敢讲占领代表并吞呢。啊，若讲占领会当并吞吼，啊，美国全世界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是美国的土地的。伊奈甲你拍，啊，就爱走，伊奈就走。国际法讲你要离开，占领不移转主权。啊，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蔡英文讲，但是就地合法伊不爱甲你讲。啊，所以这边。伊伫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的选举的时阵啊，伊去互马英九甲笑甲吐槽，伊讲：“你蔡英文讲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你现在认为你还在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惊到那古矮，那唔敢甲回答。爱做总统爱甲遮尼啊行，流亡总统有啥物好做的？流亡政府的总统有什么好当呢？我问你呢。问题是这啦，我是认为啦，为着50块在选的啦，一票50块啦，为着50块，啊，这个50块在选，啊，台湾人吃苦，安尼敢有理？但是吼。我若讲要伫台湾来发动，甲台湾人拢拒绝选举吼，我讲我嘴香白去了。只有用一种方法尔，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啊，你来这里上课，你唔知为用你们为什么来？法理啊，用过的啦。啊，若过会当建哦，我会创世界纪录。当然啦、啊，我未记得讲含国威名拢写伫内底来，安尼嘛是世界纪录啦，唔免用刀，唔免用枪。有个人就是讲，咱要去革命呢，我对，我要革命，但是我没有用刀枪呢，用法理啦，法理就是啊，摕别人的拳头母去争石狮啦，摕上个拳头母，美国啦。你制定的法律，你唔免遵守吗？爱无？甲鼓励一下。不过咱听人讲吼，美国已经真配合啊，配合甲，因为有真侪代志我知影，但我袂当讲，因为这种在传播嘛吼。但你放心啦，我林某某会当徛伫遮，小等咱的总理会当徛伫遮，咱的议长会当徛伫遮，过去。真正不是三天两天呢，真的呢。上无吼，你不能讲22届尔呢，
原住民要六届呢，大学生有三届呢，三十几届啊呢，阮安好无缺呢。啊，恁一家嘛放心，无人会去甲你找。阮才特别分迄张因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迄个公文互你看。所以若有人讲哦，我知影，在座作为我有，我拢含故意伫困，我知影。都会讲哦，啊，朋友拢甲讲哦，你敢去哦？好，你会去用掠去啊？摕这张我看。你中华民国内政部讲啥？不是非法组织，谁来袂当去 ？TVBS 讲咱可能是诈骗集团，我讲他太小看我嘞。我诈骗一千块，诈骗五千块。他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会当告密公，我来就诈骗五千块。咱的身份证，12月31日，听好清楚，对不搞？12月31日上午10点，要在咱家发放。学员，啊，我甲各位讲啊，已经寄到位啊，在我手上。12月31日，学员，拍谁哦？恁学员哈、啊。要缴1000块钱，啊，那非学员还是申请，身份证诶，食饭钱啊，交500块，但是交500块，甲1000块，啊，拢无半项物件，大家一定讲会开始干嘛？是不是诈骗集团？所以因为安呢，咱这干部决定送你一粒徽章。这只徽章500块呢，这吼未新鲜的啦哈，你放心哈，未新鲜的啦，因为吼，你做的时候我特别甲讲，我这若新鲜哦，代表我民政府新鲜哦，我绝对甲你追究的哦，因为我你放心，甲你做足贵的，未新鲜，啊，这你要拍手才对啊，啊，这点吼非常的好呢，这边去日本吼，阮大家拢要戴在帽子上面。戴在帽子上面，而且西装阁补别一个，啊，大家拢落底啊，坐两粒，一粒吧，哦，一粒，两粒，哎，你是笑啥？因为有日本真好的朋友吼，若来甲你讲的时阵哦，你会当甲摕起来送给他。我甲你讲啦，日本人有一个个性，真歹的个性，伊若接受你的礼物哦，他会还给你呢。所以你免烦恼啦，你袂了钱啦。阿嬷，我讲哦，因为即摆天气哦不哩冷啦吼，所以我今日课呢要提早30分钟，啊马上呢总理要来做结业式，因为恁的国旗收着啊，表示恁毕业啊。我阁甲各位拜托，恁摕了迄个国旗吼，你爱挂，啊挂你唔通用德哥，美国甲我讲几下摆，我逐摆来讲，唔通用德哥。所以我有这个专才员叫你说哈，有影拢无用德哥啦，哈、哦，你会当去买，但是咱迄个老鹰头即马听讲无啊，哈、哦，最后的4、5天咪啥物人买去，啊，无你就吼、哦，31来的时阵吼、哦，才有迄个老鹰头啦，啊，一支400，但是即马无啊咧，我有法度变，这就是咱第二期的学员吼，伊家 copy， 哈、哦，啊 copy 了吼，啊袂有咱。咱这边去日本的时阵吼，拢要提这个老鹰头。我甲你讲，日本的媒体绝对吼，拢伫看这粒头。这粒头是送给咱，你知不知？美国的内政部，因为游行拢是有这粒头，啊，拢有这粒头。不，你要注意看，伊若伫游行，你甲注意看，拢是这粒头，就是这个。这是由美国的内政部直接给我们，但是这是金的啦吼。啊，恁的不是金的啦，金的足贵的啦。啊嘛无伫卖，吼、哦、啊！今日呢，因为你我若普通时有伫演讲的时阵，你我来让来听啦吼、哦。你若学员，你若礼拜时啊，若有闲下晡都来听看，拢有上新的报道啦。啊，普通时呢，学员若要倒转来，会使哩，爱交阮共款，爱交3000。啊，毕业的啦，毕业要交3000啦。啊，若来一工就交1000啦。啊，唔通想讲我伫甲你趁钱，还是咱伫趁钱啦？阮真正是拢落底啊去摕钱的啦，绝对无讲有通存一角银，好通去食甘仔糖啦，含甘仔糖都无得买，我无甲你骗啦。
所以吼、哦，实在是做甲足艰苦，啊嘛是吼、哦，但系我感觉吼、哦，大家拢真快乐咧。啊，我有当时吼、哦，有知道太多吼、哦，啊有足侪人袂当讲嘛，足艰苦的。啊，欢迎你呢，加一咱了吼，啊慢慢啊背到核心来，啊变变成核心，你也参加嘛，啊参加大家来讨论，你参加讨论啦，啊自然有一天就大家讲，啊这猫咪人袂歹呢吼，啊甲邀请伊来进来核心，啊就进来核心啦。啊！你袂当咱结我哇！哦，你来甲我邀请，歹势我都唔捌你，我免来甲你邀请。所以爱家己主动啊，要自动要主动啊。甲咱的国籍同款，爱自动主动，但是中华民国甲你集体变为中华民国国籍，迄是违法的。1946年1月10号、12号，用公布行政命令，所有整体的台湾人拢变成中华民国国籍，看到鬼的。美国甲日本抗议三摆，到今日为止，他不承认。所以各位，台湾绝对袂无去，台湾绝对有真好的前途。我甲你各位保证，用生命保证，好唔？谢谢。起立，立正，行礼，请坐。起立。立正，行礼，请坐。啊，潘副主席，咱林秘书长，潘副处长啊，咱议长伫遮，啊，咱迄、那个嘛副处长台北新竹区啊，台北市副处长，啊，甲咱的郭牧师，咱的教育长，以及咱的啊，台湾民政府的。长官、同心、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啊，咱秘书长讲了有精彩无？我本来是讲要休困一下吼，倒来尔讲听伊足大声，说精神啊，拢要困去。较紧起来听哇，遮精彩的物件，实在吼足兴奋。我家己感觉足兴奋。咱的这个发展，咱的民政府的发展，伫去年9月7日以后，哪像用走啊呢？哦，哪像迄款的百米赛跑呢？一直冲起哩，像我今日吼，整个成果看起来非常令人满意，实在是靠姐姐咱这同心，大家努力，才有这款的成果。去年9月7日的时，我参公务司拢有去参加华盛顿迄个四季饭店哦 ，Four Seasons Hotel， 咱的民政府挂牌的庆祝酒会，开心嘛，刚欢乐呢。咱这边来，唔知闹亏无？场面这尼啊浩大，这尼啊大的时哦。哇，足精彩啊！我伫美国参加足侪宴会，万不讲一遍的宴会真尔好呢。我等下你甲我呢，阮太太甲阮遐囡仔点呢，阮囝讲，哦，四季饭店这还得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饭店啦、啊！哇，你们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办酒会啊？吼，伊就足了解，因为伊捌伫金华酒店哦，招待国际会议的遮，吼、哦，参一寡因学校的啥遐。学生哦，去做案内嘛吼，去做迄、那个那像 bus boy， 还是讲做 waiter 吼，啊去共迄个国际会议啊，斗三工，因为金华酒店就已经足豪华，我听讲四季饭店是世界上好的饭店呢，咱迄个场面嘛足大诶，啊得到即个各单位行政单位甲咱台湾有关的诶各部门的行政单位拢来参加，所以吼、哦。我回来吼，足兴奋嘞！啊，但是回来嘛烦恼嘞，烦恼啥？啊，迄阵阮核心人物吼，核心人才吼，核心只角色吼，伫台北只正十个尔嘞。吼，啊，中南部较无方便起来开会吼，嘛是几啊十个安尼尔嘞。讲夭寿要甲国民党吼赶走吼，干来客人家哪有可能嘞？我足烦恼嘞。啊！那好不容易伫十一月时吼，讲内阁成立啦，嘛场面足大呢，嘛真好呢吼、喔。
五六十岁呢。但是要吼，咱讲要办活动的时，啊，真侪人无来，真侪人无来。啊，遐人拢惊啥？哎呦，民政府虽然讲去挂一个内阁什么大臣哦，那才参加活动，我们再去有国民党脏伊无呢？过来，个真拢无看人啊！有一个中华讲敲电话，再三敲电话讲，哎，总理大臣，对不起啊。哦、我一直很忙啊，都没有办法来。我下一次可能会到啊，哦，下一次我们联席人可能会来啊。我后来期待你来，感觉嘛不快呢。那个宋先生啊，哦，马龙不来呢，哦，阿仁贵起那嘛有一个农业大臣啊，不快人呢，嘛唔敢来呢。哦，所以吼、哦，各位同心，各位好玩，你的勇气，哦，你的道德勇气，达到咱家己拍破来娱乐一下。咱对迄个今年开始办演习营以后，哦，一批一批安尼来受训，啊，大概那第三天的时候，就坐到满满，大家拢足有信心的。咱会使讲啥？无米暖出一块过来啊啦！嘿，无米暖出一块过来，这是本领啦。咱无穿，哦，无刀，干呐靠一支嘴。个一个手尔写文章，哦，咱林秘书长徛伫头前，带咱向前行。迄支笔，伊脑筋、脑智尔，即拢是也是开创能力啊！即款个开创能力个人才啊，会使讲独一无二。啊，拄咱大家冒迄智慧，你若无智慧哦，讲破嘴伊也袂来啦，嘛惊到要死个呀！哦，所以各位拢有足有智慧个，啊，咱台湾要。有救，就要靠大家迄、那个智慧共同来努力，毋是十几岁、五六十岁，还是一百岁、两百岁。咱需要的，就是爱足侪人才来参与，才法度把代志做完成、做成功。这是咱足兴奋的所在，吼、哦！啊，阿妈足烦恼呢，有当时阿哪烦恼呢？即摆即边的先去日本转来，咱一定爱检讨咱的成果伫倒位啊，吼、哦！下一步咱要做啥？另外，这烦恼是啥呢？我头先讲的这烦恼的部分是啥？有一天，真正来讲，负责的讲，伊是 M G 入来台湾了啦，讲政权要交予咱了啦，诶，咱准备好未 ？Are you ready？ 哦，这句话吼，足沉重的啦，吼、哦，指尖繁重啊，打袂起呢。诶，咱究竟咱准备好未？请问各位，咱准备好未？哦，恁都有信心呢，啊，我就烦恼呢。啊，你讲，你接这个政权的时候，你给台湾做足好，吼、哦，治理又足好，足完善呢，吼、哦，道路卖坎坎坷坷，吼、哦，咱的官员袂使贪污腐化，这何等重大的工程啊！会知啊？咱看这个吴教授，你讲，伊讲这个垃圾可以变黄金，厨余可以变黄金。拜托啥？咱的卫生队啊，吼、哦，清洁环境卫生和环保局啊，是迄个环境卫生卫生队去收拾迄个厨余来做啥堆肥啊？伊讲无这个心啊，伊唔叮当啊，伊唔叮当啊，无这伊唔叮当啊，干脆甲拼拼掉啊，提烦恼就消消掉啊，一年560亿就安尼无去啊，吼、哦，啊，我是唔知伊唔知这件代志无？台北市收起来厨余，拢交予台塑独占事业哦。台塑一共有6个月才会当啥，把迄个厨余变作啥，变作有机肥料啊。啊，有机肥料甲堆甲一公顷、两公顷，种出来菜拢足水个啊，拢唔免农药啊。水果嘛同款啊。但是台塑为了趁钱，伊一个月就拢甲。化呼呼，拢啊变作所谓的有机肥。但是你若种菜，甲买迄个肥料来种菜时呢，你的菜拢有真侪虫啊，因为伊要袂完全分解，嘿，迄来做肥料都袂杀你。我为了要种树啊，我一家甲买500包肥料，哈，我肥料都卖袂起，这人哪买500包肥料啊？哦，客人来看我种植的所在呢，哦，500包，一手甲订500包。都你卖出去，讲这个人来订500包，因为我种树啊，唔惊讲伊搁再发芽、再发酵、哦、再分解，最后变成肥料，哦是安尼。
啊，所以吼、哦，伊就讲我会当拍七五折啦，我若要用伊杯拢拍七五折。啊，我只嘛说足水个，啊，足水个吼，无三当人看了就来买去啊，真袂三当哦。啊，所以用途无共款啦，就是讲台塑的肥料，恁唔通买去种菜，干来当种种树仔用。不过我要讲即个，讲既然政府是保护台塑的利益，咱也在迄个皮尔，迄个罗伊塞尔那个人，迄个人，迄加拿大迄个人啊，魁北克迄个人，伊讲要伫台湾推广即个厨余变堆肥。变肥料这个工作是完全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伊伫台北市是收几下啊饭店的迄个厨余去做安尼尔，因为啥？伊所有其他这个迄个环境清洁队所收起来厨余拢送去台塑，这内底唔知偌济政商勾结。啊，若讲讲了政商勾结，咱就天乌一边。因为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来到这个所在政商勾结主。1945年10月2日开始就开始做啊，做这种一直拢在做这，不到尾啊变成啥？咱的官员，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入去伊迄个政府体制内底，嘛是哦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无一个无咧蹭，真侪单位拢是安尼，乱干呢。所以要推广这个改革非常困难，咱都要对新年改革做起。这个新年改革不是讲像李登辉先生、李登辉总统讲迄个信念个，咱咧确确实实就是讲，唔通去物欲来甲伊迷惑去啊。然后伊个物件是无鞭策个，那是讲你若无改，我来甲你鞭刑，你犯罪我来鞭刑，互你痛个哀哀叫，互你无法度会食会困去安尼，好食好困，伊就惊。啊，像你若是有真正遵守咱个规矩。哦，真正讲有心要甲咱这个整个政府配合来为民众服务，咱拢家鼓励。哦，上面就是家鼓励，上面你若无要遵照这个法律规定，要违法做代志，要违法你良心做代志，咱就家拍，家鞭策。哦，严重诶，贪污诶，抓到安那，枪杀一条路，枪杀。哦，所以咱绝对无感觉，哦，咱卖有感觉，尽量卖有感觉。哦，也是感觉是真少数啦，因为有诶，确实你爱会无期徒刑，该经过。啊，但是遐小毛病啥吼，拢用鞭刑，绝对都无足侪是差啦。啊，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要安那建设落咱台湾吼、哦，变作讲都条条道路拢成一条道路。哦，故意呐塞车就知影讲，你个路啊，特别是石河多摆，离开你诶厝，出去到外口，处处拢是危机。处处拢危险，有当时啊，坎坎坷，你着怎啊去跋落下落？有当时啊，水沟无坎挂吼，啊，只落大雨，落大雨时，你怎啊想迄条路咧，拢平平啊，怎啊驶落去，煞怎落对水沟？吼、哦，啊，定定咧出车祸，为什么车祸这么多？除了咱硬体做咧无好以外，咱软体嘛拢足失败，拢是要管制，啊，管制管死的时，变作大家吼，无法度好来。行到真顺利，这是干咧讲交通尔哦。啊，你卫生嘛同款，你要伫外口食物件，互你食久，绝对着感染诶。因为无食品检验，上面咱的食品检验是安怎？红包去就合格啊啦，是红包去就合格。内底啥是真侪违法物件，超量，什么防腐剂过多，所以囡仔绝对唔能回食饮料。哦，商业的饮料，迄内底足侪防腐剂，真侪囡仔食尔怎啥？就足够生裂啊！吼、哦，咱的骨质吼，迄、哦那个骨髓内底就开始长一寡迄款的歹的物件，啊，就够足够生裂，甚至长癌，吼、哦！啊，所以吼、哦，这款的嘛是拢爱改革的。啊，上严重就是咱教育的改革嘛足困难，因为咱50年来去有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安尼，甲咱磨平了吼、哦，你讲要做一个真老实的人，煞足困难。你讲讲实在话，伊说唔相信的，哦，所以吼、哦，除了讲实在足久的，讲啊，这人做人确实有影真实在，无吼真难去互相信赖。所以讲，整个咱的人心已经变去，这社会吼、哦，就讲、是、社区意识嘛真淡薄，社区意识嘛足淡薄，互相无相信任，这是叫做 social capital，
哦，社会学家有一个名词叫做社会资本的流失。咱较早毋是安尼，五六十年前的时候，我伫庄脚咧生活，我讲哦，大家足守和谐，互相真帮忙，互相真体谅，即款的气氛流失去啊！这是讲社会资本的流失。咱要重建咱的社会，哦，重建咱的文化，这种真大的工程，毋是三个人、五个人会当来到做。会当来完成的，是爱足侪人，300万、300个、500个、3000个、5000个，甚至3万、5万人，安尼有共同的心，才有法度一步一步改革，完成咱的目标呢。所以得到政权，不是讲人讲马上得天下，很难马上治天下。你骑马去战，哦，战赢得到天下，但你要治这个天下，不是遐简单。毛泽东敢无足敖？毛泽东，我嘛足佩服诶。读起可能毛泽东诶传记啊，毛泽东传记啊，嘛足佩服伊足敖诶啊。哦，诗词歌赋啦，这个兵法啦，哦，啊，整个这个领导过程足敖诶啊。对十个人，诶，共产党一直发展，甲会当甲整个中国拢甲占起来，甲国民党拍倒安尼吼，嘛足敖诶啊。但是伊治天下咧。无呢，他不懂经济规律，唔知道这個经济规律，所以马英九迄个人甲讲，你都要节约，无人口一直积起来，把你的建设的成果拢吃了了，吃了无够，是你变作三峡国家，哇，人多好办事，唔免节育，哇，唔免节育的心哦，即块有十几亿啦，这十几亿国家安尼，这个中国大陆安尼，若真正空造土的时阵，足济蚂蚁的就对啦，拢足济蚂蚁。安那啥？你人口济，你无多好啊个教育，是上基本的。啊，你若无好啊个教育时呢，伊迄个观念甲思想，永远都无多脱离中国文化迄个窠臼内底。所以咱现在讲，咱一定无爱中国人来甲咱统治，无爱中国人甲咱领地，因为啥？咱无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我真济年前我就伫。伫一届学术会议讲，300外个人啊，内底嘛有足侪中国学者，在台湾的中国学者，就是中国流亡难民的后代做学者。我就足大胆讲，希特勒讲哦，讲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哦，嘿嘿，迄个张维邦讲，我就好大哦，我足早也知影，我伫法国读册，我也知影讲希特勒讲这话，但我当然拢唔敢讲这话呢，唔歹势讲呢，因讲的时候会去有遮。即中国吼，甲咱安怎拄安那？我无要注意中国人的官，我无要注意中国政府的官，我无要注意中华民国的官。我伫惊啥物？我该当讲啥，我来讲啥。我来讲回听，遐中国学者足未香的，足热就对啦，假热哦。我本来胡润霞拢定请去演讲哦，到尾说总我完全断路去啊，啊，拢无人请我演讲啊，因为我甲呛声我讲啥？你若是要对台湾爱领地，不如等于中国啦。我那个呛声呢，一开始无论是伫迄个咱的四万年一社遐，33楼、34楼遐，足贵的迄所在伫演讲，讲吼，你若是拢伫这里咧，无无生鸡卵，干咧放鸡屎吼，恁做你去外口放鸡屎，唔通到台湾搞放鸡屎，哦，啊，够贵吼，参这件代连做伙弄啥，演讲的机会都啊无去，什么屎啊会也无啊，无论是啊无，清香会也无去啊，吼，类似安尼啊。我讲啊，我反正我足济路通行个啊，我无去遐演讲，我来种田同款有收入啊，吼、哦，我来种田同款会煞收入啊，我就安尼做啊。啊，所以吼、哦，我是感觉讲，读册人真正爱有魄力。读册人所想个，毋是为家己，爱为整个民众、社会、国家。我拢定甲我个囡仔讲，甲我个太太讲。因为啊，出教授你感觉遮辛苦，有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吼，无是时爱用呢，吼、哦，吼、哦，那像我时爱时都退休啊，啊，都好啊去种田，啊，嘛是好啊，你哇过来插遮代志呢吼，啊，插干呢无用气啥呢，我走啊足快乐的，因为我刚看到啥，看到台湾的希望，咱绝对唔通去中国人，把咱污染去，绝对要把中国文化完全对咱台湾改，洗个足清气。世界里里里，将来咱讲中文是有趣味人去研究，吼、哦，唔免讲，大家人讲去讲中文，免去讲汉语。
中文的文字有趣味人去研究去写，吼、哦，即当甲日本啊、甲中国去比赛，即拢也趣味。但是咱将来言语爱用咱本土的即个语言，吼、哦，葫芦话、客家话、原住民话、甲英文、甲英语，这是咱主要的言语。汉语咱真正爱甲伊换掉，因为呐，甲中国文化。一直拢吼水乳交融的时呐，咱台湾的改革完全无可能呐，受伊影响太大，完全无得改革，这里人心无法净化。那么看，哦，慈济啦，你做干呢，要安尼净化人心，有可能不？无可能，完全是中国话迄套咧做，绝对无可能。所以咱将来是希望讲，咱爱有一个觉醒，全盘西化是咱该讲该当行的咯。我过去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足钦佩李敖啊！伊讲啊，我们要进步，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要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要全盘西化。但是，伊全盘西化的主张，去互相砍落，去互蒋介石个喊一个完全土落落啊！伊互关出来了啥？唔敢阁讲全盘西化。我一过拄到伫路拄到，哦，我讲李先生，哦，啊，你怎么认识我？哦，我以前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你的书都念很多啊，你所有的著作我大家都读了，我很佩服你，行云流水，下笔千文啊，哦，而且你主张全盘西化，我足佩服的啊。然后我现在不谈那个了，我不谈那个了，乖乖说说，我们刚刚谈全盘西化，哦，啊，伊即摆我回过头来去看一下中国文化的时候，伊有咧大一统思想啊，所以已经不好啊，已经不好，哦，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咱无必要去对中国文化遐尔啊追心就对了。哦，咱来家己建立家己咱台湾文化，世界性诶，走向世界不是走向中国，全球化是爱咱走向全球，也不必经过中国化再全球化，咱直接就去全球化。所以吼、哦，讲中国化就是走向全球化的必经之路，这是完全甲咱骗诶，迄是中国人、中国的政策哦，中华民国的政策甲中国人的政策。你把我們牽對中國那邊走死路的，所以我們要有覺醒，不是只有我們覺醒而已，那麼我們全台灣的本土台灣人都完全覺醒，我們要走全球化、歐美化、日本化，不是要中國化，牽牽下去死到中國，不是這樣，我們是希望我們這樣做，所以先建立我們自己的思想體系，我們的思想體系建立起來，我們按照我們的思想體系去執行去做，咱台湾才有可能有救，咱台湾才会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恢复咱早期。咱看1935年，咱办世界博览会，伫台北办世界博览会，咱迄个呢辉煌的历史，啊，来个捡倒转来。哦，啊，咱的人民，大家拢足安尼，会使讲真 gentleman， 真绅士风。哦 ，lady 就是 lady，gentleman 就是 gentleman， 安尼看起来真优雅，真有教养。哦。那想讲，咱战后的时，对8月15日一直到10月25日，有70天的时间，拢无警察，嘛无查啦，嘛无犯罪，无当罪，世界上无当罪。咱公务司咧讲，迄个 silent trade， 哈，宁静的交易。我甲这个物件摕路边讲，我这个要卖偌济，哦，你若讲会下的时，你就摕来甲我换，我免得遐顾。啊，某只对只贵，我哦，这我有下用，欸伊讲要偌济过来，我就提偌济过来，放咧只盖交换，拢唔免底下个，唔免了解，我继续去做船去拍啦。安尼敢无足好？即款个国家，即款个所在，是毋是天堂啊？乐园啊？啊！我一直想讲，哪有遐好个所在咧？原来就是咱台湾，咱台湾一年四季四季如春啊，物产丰隆，所以咱就是有他家。因为咱太好过日，所以人煞变成真好做伙，真好做伙个，一结果咧，煞真好中国人骗咱来欺负，啊！有人讲路途就甲你骗，骗到即阵要咧骗，啊！佫哪骗哪大，骗很大，所以啊，想想下足唔甘愿，哦，啊，唔甘愿中国，咱嘛袂使讲，因为唔甘愿，咱就足消极咧，唔甘愿，咱就要呐，培养家己的勇气起来，哦。在咱民秘书长的带领之下，大家真正来个拼斗，好不好？好。所以吼、哦，
我真甘心，真感动。各位，咱各位同心，会使讲放下你应该休困的时间，回对美国回来，啊，有德国回来，哦，咱 Helen 对德国回来，啊，王老师、王先生，哦，啊个王太太，哦，对美国回来，安怎样？要创啥？回来遮，甲大家会一面，啊，要来去日本，要甲日本讲，你来。来甲美国徛做伙，来甲我帮忙，互我台湾会当自立，然后甲你日本建立啥邦联的关系，咱变作真密切的交往，变作一个国家。迄、那个建国是咱来形成邦联，那像这个 Britain 吼、哦、Commonwealth 大不列颠王国呢，吼、哦，我是一个把这个大日本国的一份子，然后共同甲这个发财列岛，改连接起来。哦，拒绝中国文化侵略咱这个所在，咱已经看到这个环境，一线曙光，马到成功。所以啊，我今日嘛足兴奋，啊嘛烦恼讲咱人才不够，所以希望各位回去，哦，那像咱秘书长讲的，唔通点点无讲话，较搞话，见了朋友就讲，见了朋友就讲，我刚回去足无用的，我去找两个人，我嘛甲讲这代志。伊感觉足兴奋，吼、哦！我两个朋友，我讲我真不便伫这个所在工作，是因为阮二水人食拢面的关系，拢难赢的，吼、哦！啊，过来因为迄个新潮流伫迄个所在，吼、哦，认真足久，啊，所以啊，无就是新潮流的，啊，无就是难赢，所以我足不便开嘴讲话，但我感觉时机差不多啊，所以我就开始，吼、哦，甲两个朋友先提起咱的代志，因感觉足欢喜。我就欢喜，我讲安尼有影，那恁安尼做，确实值得咱来支持，也免去投票啊。哦，各位，咱看到咱的环境，哦，所以大家认真打拼，大家一起来，谢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起来。